和佳璐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晚上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白色的鸽子，柔软的海浪，甜蜜的说世界大爱，人的脑袋装着。北京时间18:00，交通925，听城市声音，温暖出行人，这里试试925哈尔滨交通广播，这里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，哈尔滨 Traffic Radio，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FM 92.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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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听城市声音，温暖出行人，925哈尔滨交通广播，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。时尚 LED 车灯让格调在细节中彰显，245马力全新涡轮增压发动机让。